正常我们要怎么看说开始好像有点性成熟了？那性成熟，其实你可以看到下面这边，好，公的呢，它的这边左右的半阴茎会凸起，有的人就叫它胆胆，很像人的胆胆，有没有？会两颗。那我们等一下把它转到这边来看，然后你会看到说，诶，我体型好像蛮小的，就有发育这边。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你有没有看到这边两球鼓成这样子，超鼓的。那这么小，你看哦，就在手上这么小，就这边就鼓成这样子。那这个就是比较早球，就是早的性成熟。那通常它也跟你未来的体型大小有关。如果长这么小，它其实就性成熟，代表说它的。应该是哦，支导里面属于体型比较小的哦。那这个确实就是它比较小型，Anna 乘上 Amy 的 Cross Amy 的，你可以看到，大概这都不到100，就已经有球了。这个凸起来有没有？我们说这一球很凸，那你说这时候还要不要看骨孔？当然可以看你。我们连放大都不用，这一排有没有很多上面很像小结痂，一颗一球，一球一球。那有人不知道，我指一下，就这样一整排在这里，有没有看到一整排？这种就完全不用看了，有没有？我们靠近一点，你看到这底下非常肿大的两球左右半阴茎。那就可以看到，我们靠近一点，这就是它的骨孔。然后这骨孔很有趣哦，它脱皮的时候，有时候底下还会有一点点的那个流血，偶尔，那尽量不要自己帮它脱皮。